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是耳科赵医生。那么今天是我的门诊工作日啊，来了不少的粉丝朋友。开场的这个在之前放过照片啊，一个不多见的情况，就是昆虫啊，它这个很小的一种昆虫掉进了外耳道啊，然后它同时外耳道里还有硬菜，这个一个叮咛块啊。这个人点完了以后呢，这个昆虫进耳朵以后啊，比较恐惧啊，上面老是小虫子这个腿在上面蹬来蹬去的，他就自己点了一些油啊，家里的油，所以这个耳毛外面全是油啊，一蹭就蹭到这个镜头上，这个虫子好像确实被这个油给缠死了啊，这个抱住了，他身体估计是不是呼吸不了了还是什么。然后外耳道的这个叮咛块啊，这次也一起取出来了。其实说起来他应该感谢这个虫子啊，如果没有这次虫子，他也不知道耳朵里头还堆着这么多东西呢。而这个人平常还自己经常爱掏耳朵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，说明你掏耳朵根本没用啊。如果不需要啊，不东西不多，没必要掏，东西真多你自己也掏不了。这个油啊，我之前专门还写过这个，怎么说呢，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啊。有的时候这个昆虫活动啊，会产生这种很大的这种恐慌啊。滴油呢怎么说啊，如果说你的鼓膜是完整的，鼓膜完整，那么滴倒是还好吧，只是说这个油日后干的会比较慢。如果说你的鼓膜啊表面是有穿孔，那么油如果进到中耳就很麻烦了啊。这是另外一个啊，长期使用什么大家都能看见啊，掉的这个棉签的这个棉花丝儿，这东西就是被棉签啊加工的，所以说棉签对外耳道呢，除非一些比较细的这种棉签啊，可以用来涂抹药物，因为真菌性外耳道炎啊，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这种细棉签去涂抹抗真菌的软膏。除了这以外啊，这个棉签对外耳道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。弊大于利啊。好，这个采用咱们传统的方式把这玩意儿勾出来就行。存了不少啊，鼓膜是完整的啊。这个人呢，好像是天赋异禀吧，双侧都有。刚才是他的右耳，哎，对，现在是他的左耳，一样。这个东西就看天分了，这个没有办法啊，你没天分那真是没戏，天天用一包棉签也没用，不是你想怼啊，就咱们那是什么硬菜，不是你想怼就能怼出来啊。肿成这样呢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啊。在清理之前，因为它是逐渐一个缓慢的积攒过程啊。清理完以后会感觉到，哎，原来啊，世界好像比以前要更加清爽一些啊。好，咱们下一步啊。仍然是干性的叮咛啊。这是个小朋友，这个孩儿童啊，真是
嘴皮都快磨破了啊，反复说过很多次。今天来了一个小孩啊，9岁了吧，9岁10岁就不让动，那就别去强求啊。这东西跟年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，就是跟说的怎么样，说难听一点，你就跟家教有关系了。有的孩子就纯粹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啊，你长到多大他也不让你动。这个孩子很小啊，这个现在这个视频上那个孩子好像只有4岁，今天来的那个一看就小时候都惯坏了，根本就不让碰啊。这个小孩也哼哼唧唧的，有点躲，但是呢，相对他整体是保持稳定。贴近鼓膜的区域啊，仍然有一块。这个位置，再用显微钳去夹呢，就有点危险了啊。孩子有时候闪躲的这种不配合呀，这个孩子还是可以的。有的时候到这个位置就要试一试吸引器啊。有时候索性就别去动，这会儿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。清理到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这小孩是双侧的啊，双耳，这边也是。里边也有一块啊，贴近鼓膜的深方啊。这个东西不清理的话，绝大多数啊，绝大多数的儿童。没有什么问题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挖耳道的增宽，大部分人是自然脱落啊，真正能上医院清理的是少数啊。要不然有极少数啊，特殊的，这种可能就是1/1000的概率，就所谓的挖耳道单支瘤，那需要做特殊操作，这种概率太少了。一般不作为普遍的一个处理原则。好，前面都是这种干性的定型块啊，咱们现在看一点，风吹麦浪，这个之前有过啊。黄色的这种真菌啊，如果做菌培啊，我猜啊，因为这个没有每个病人都去做真菌培养不现实，而且我们医院现在没有，他们减课不做，私下里说是可能收不上费用什么的，那个就不细说了啊。这个如果说能做真菌培养，我猜有可能是黄曲霉菌啊，有可能是这个。这个风吹麦浪的这个不够浪啊，下一波还有点更浪。鼓膜表面啊有点红肿，沤的时间有点长了。这个外耳道的分泌物啊，如果没有耳内镜。单纯用肉眼判断，这个误差就很大了。特别是这种白色的啊，这白色的真菌，有的时候肉眼很难跟普通的这种中耳化脓的这种中耳炎很区分开啊。咱们看下一片小浪，这个浪呢要，好像是要清楚点吧。这个它不是自然的这种运动啊，是因为我这个负压吸引器靠近以后，
这空气的流动啊，焦距调清楚。一层浪壳啊，新起啊，对，下周啊，下周是听诊啊，周一和周四都不出诊啊，因为有些自己的一些答辩工作要着重的处理一下啊，准备了好长时间的一个，哎，也不是能说准备。就是拖延，拖到最后没办法，拖不了了。隔过一周，下周听诊以后，后边会正常。今年好像听的次数有点多，下半年听了3次吧。后边还是要努力工作啊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，谢谢大家收看啊。下周我争取正常的去发布视频。